婆婆时光的这个酸辣无骨鸡爪，它家这个是里面带有柠檬的，有酸辣和特辣啊。它这个是一斤一罐，固体物是达到55%以上的。它这个是没有蒜香的，是柠檬酸辣无骨鸡爪。它这个就是一罐的量啊，看一下，里面有2片这个大柠檬。鸡爪都是这种半个的。不喜欢吃带有蒜香的这个无骨鸡爪，可以试试他家的啊。他家这个是柠檬味的，酸辣的。而且是一斤一罐的，一次一罐刚刚好。脆脆的，Q Q 弹弹，超好吃。